我常常幻想，长大后的我会是怎样的？从理想的学校毕业，发挥才华，实现梦想。Bravo！ 真正的大单，终于签约成功了。来，要多多向林真心学习 ，T 公司卖命，争取更多的好业绩。Cheers！遇到一份完美的爱情，我的人生会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。哎，小心，去说。都连续加班好几天。真心姐。啊啊啊！哦，我们可以下班了吗？可以可以啊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好了，我们就是麻辣锅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想吃等一下，哎，我先订。喂。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会在公司？我已经等了你五分钟了。对不起，我先立刻赶过去。五分钟不到我就走人。五分钟怎么来得及？我过去餐厅都要半个小时啊。喂，喂。半夜爱丁堡那边要看扣，你们这一组留下来准备。可是我晚上……嗯。我立刻就去准备。谢谢你们，真心姐，优秀。啊，是。哎，大家，再留晚一点准备一下开会资料，加油！早点做完，早点回家哦。啊哈哈！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长大以后，你可能只会做一份不怎么样的工作，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感情，将就着过一段不怎么样的生活。不知道喜欢吃什么。加油！早点做完，早点回家哦。干，就是他叫我们加班的啊，业绩抢劫也没有我的份。早上我们听到经理说要跟真心一样，靠腰是要跟他一样啊。工作不太，薪水又不够用，他把公司当家人啦、啊，公司把他当畜生。其实我觉得他这种人也是蛮可怜的啦，希望我老了以后不会跟他一样。谁要跟他一样啊？他不就很衰？我想，十八岁的我，如果在街上偶然遇到这个女人，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毫不留情的嘲笑她。亚比亚比，晚安，各位，我是光宇。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？长大之后的我们，为了生存，会变得世故，容易妥协，甚至变得都不认识自己是谁。偶尔你是不是会怀念当时那个单纯勇敢做梦的自己呢？那个你现在还在身体里吗？和那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你都还记得吗？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要送给大家这首歌，好久没有听到的歌，
刘德华的《忘情水》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生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。那年即将十八岁的我，深深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：从古至今，这世上的少女大概分两种。哇塞，她好优雅哦！太漂亮了吧？好可爱哦！受男生欢迎的漂亮女生。和不漂亮的。我是林真心。Sorry， 是现在破盖的这个。如果你是男生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你们从小到大从不想关心的平凡少女，她的平凡人生。那时候的我们，每天最重要的抉择是，早餐要吃铁板面还是萝卜糕？可以快一点吗？扯过最大的谎是，今天要考试，但我昨天没念哎，我昨天也没念哎，我以为考数学。最奢侈的享受是到书局 shopping， 在那个年代，那就是我们的星光三月。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和偶像碰面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顾炎武在《连》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候少女有一种错觉，好像谁买了最多照片，长大以后谁就最有资格嫁给他。管身之能，言也。这是小芝，虽然长得很大只，但是超有少女心。前男友是金城武。现在宣称是郭富城的未婚妻。我都还没有嫁人，你怎么会有老公？刘老大，你写给他333封，他也不会回。你们两个的行为简直就是无耻的代表。这是何美，生性活泼，但有点活泼过了头。嗨，我的好姐妹，你们去哪里啊？少女时代的我们，每天除了念书，做的都是一些穷极无聊的蠢事，而以下这件更是蠢事中的第一。每个少女的青春里都有一个这样的男孩。谢谢。60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总是篮球校队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全校女生总是一起暗恋他。我最后要看过来了啦！
因为他的一个眼神，傻笑一整天。麻烦各位同学，不要再帮那些臭男生传情书给我们的明明好吗？尤其是这种把圆写成绿的白痴。这平凡简单的人生，直到收到那封改变一切的信。这是一封来自南非传教士安德尼·德夸的幸运信。现在这个幸运降临到你的身上，照录五封给你的朋友，可以得到幸运，反之你将大难临头。1979年，台湾的陈先生不幸自信将此死回，可见他就车祸死亡。1963年，荷兰弗莱尔将自信烧毁，三天后他的母亲罹患怪病，医生束手无策。最想把幸运信给他的人是林晨毅，我的哥哥。你哥哥这次考试后进步了5名呢。他上次考全班最后一名哎，我差五专念了7年还没毕业。你还顶嘴？你的分数要是有人家那个陶敏敏一般好就好，考30分还摆分数用不一样的颜色，那你就懂了。啊，这红笔没有水呀、啊。不会去跟老师借？对啊。来啦。嗯，谢谢妈。多吃一支。谢谢爸。那家搞。应该很多人都这样想过。从小我就怀疑自己不是爸妈亲生的，但考虑到万一家破人亡，可能会连累到我，就打消了念头。所以第一封信。我给了他。林晨曦，第一题，红蓝绿三种颜色的球依序排列，第555颗是什么颜色？你答不出来就算了。你画这么认真，是在写什么？太多。每个人的学生时代，一定都有这样变态的老师。王白丹。下一个。我们班导兼数学老师。大家都叫他王八蛋。我还没打，滚！叫的比我还大声。嗨。第二封信我寄给了陶敏敏，绝对不是因为羡慕她漂亮嫉妒她受欢迎，更不是因为她是能被那个她注意到的女孩，纯粹只是因为她住在我家隔壁，顺手而已哦。哎呦，好学生哦！资源回收。同学，提过来。杨非凡，这么 gay 白的名字，我在哪里看过？就像学校里一定有男生，每间学校也一定有个老大。起立！徐泰宇，3年级最后一班最后一号。就是那个代表一高和别的学校争地盘收保护费的老大，传闻他打架吸
械斗，陶家吸毒，杀过人，纵过火，恶名远播到整区高中联合拒收，只有一高愿意收留他。敢来这里嚣张，瞧不起我们一高十二少？您北海浊水溪十兄弟，干！我这样。当然纠察队，口音不准，边走边吃，素食太多。发育太好。一高从此被困在他的魔掌之中。这位是？喂。喂，站住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别人？在干什么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老大，快闪了！快走，快点！看着我！操死了！所以我决定寄出第三封信。别砸对，我一等他动手。对不起，他该吃药了。你们走了，走了。有同学在谣传，说今年的校庆会因为整修跑道而停办。我在这里郑重说明，今年的校庆会如期举行。个人呢，即将在一高退休了，接任的训导主任届时将会承办相关的事宜。最后呢，请各位同学先不要离开，纠察队现在正在各班实施突击安全检查。同学，
有事找你。我们在哪里啊？走对了。老大，你想用？一九七九年，台湾的陈先生因此姓张之思，隔天就车祸身亡。你喜欢谁的电影？谁的？这周星驰。你最喜欢他哪部片？是《家有喜事》。几个家？一个家。生日？4月19。很好，跟你说。都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意见啊，我觉得又高又帅，近看还像刘德华哎。知道你为了他才寄幸运信给我的。你是来应征的老师，家，你是来插班的学生。我不可以。什么你不可以啊？换片不可以。你的发型我虽然不是很满意，但是勉强可以接受。孩子，有人要换片吗？你今年几岁？实习。换，这家有喜事吧？好，稍等。啊、哦？他们俩好可怜的校长，其实我表哥得了严重的衰老症，他们俩生下来就这个样子。我们是啊是啊，交个朋友吧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其实我现在只有16岁。啊？姐姐我才17，他是我弟弟。该你已经自我介绍完了。徐泰宇对朋友的定义，就是无条件对他付出。为了保护欧阳的安危，我只能听命于徐泰宇，做他的奴隶。老板娘，我还有麻酱面，麻酱跟面他们不可以放在一起，要分开哦。然后卤肉饭不要肥肉也不要瘦肉，要半肥半瘦。然后今天的午餐2颗蛋，不要葱花也不要南大花。谢谢。青菜豆腐汤都不要加葱花，为什么麻酱面上面有葱花？葱麦。检查一下。等一下。奖励你的，刘德华签名照。是百战百胜刘德华。这边。你不是数学课要校外教学没带课本吗？其他人呢？白痴，谁数学课校外教学啊？快点，电影2点开始。哎，已经打钟了，我要回去上课了。那谁帮我买吃的？谁帮我收垃圾？谁帮我裁缝？啊，我不会翻墙，所以真的不行啊。哦，你想死吗？哎，范老师，发生什么？没穿过高中制服，翘过一次课，长大以后才会后悔，好吗？
的哟，不要混。我可不可以回去上辅导课啊？你大家接在最后面。林同学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你只要告诉主任，溜冰场当天的情况，没你的事儿。那天感冒。那天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，不行，我不记得了啦。好，你翘课到不良场所，罚你爱校服务，清理泳池10个小时，回去。谢谢主任。你们几个搞什么东西？自己是纠察队，还翘课去不良场所？哎，你们这个翘纠察队！林德清，你怎么会和徐太被叫训导处啊？虚什么？不能什么？啊，几个字，几个字。欧阳，欧阳什么啊？看，你。哦，欧阳不能看到你。Yes。林真心。想不到你还蛮厉害的嘛！我也很喜欢溜冰，有机会一起去啊。
林本心，欧阳他知道你的名字耶，他约你出去耶。教官被欧阳称赞，这也太离奇了吧！爱火在燃烧，爱火在跳跃，我们的心慢慢拥抱。可是，我们这样被老师发现，怎么办？学校是不准的。不用担心，我是爸爸，我会负责的。幸好有你在。回去吧，学生会东西跑出来，大家会起疑的。刚有人来过吗？怎么办？我们的事不会被发现吧？没事的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你刚才是不是想淹死自己？就为了那个白痴？那你在哭什么啊？你才白痴的。你上课都随身携带这些哦？没穿过高中制服，喝过几罐啤酒，长大以后我会后悔。到了，这是你写的？你喜欢陶敏敏？陶敏敏同学，昨天你在新学友书局试戴发夹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让人好想摸一下。变态啊你！因为认识你真好，知不知道？烂透来抄歌词。我们现在也算是失恋阵线联盟啊！第一次觉得你聪明。干嘛？一次他们分手吧。帮我追陶敏敏，你的欧阳就单身了吗？
字哦。欸，你看他眼睛好可爱哦，跟你好像。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带他去打预防针？嗯，早天放学我们一起带他去。哎呦，我们误会了啦，他们根本就没什么，只是一起养狗啊。虽然现在只一起养狗，以后就一起遛狗，日久生情，狗又生狗，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再说一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又高又帅，近看还有点像刘德华。唐明敏同学，要不要做我女朋友？今天的事谁敢说出去，谁就死定了。老大被甩，谁敢说出去，谁就死定了。我再说一次，老大被甩，谁敢说出去，谁就死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滚！你快滚啊！快滚！徐太宇。看，我们还是放弃好了。陶明明不会喜欢你这型的啦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只要那只狗消失，他们就没有理由见面。哎，你不要冲动，我有办法。动作快！狗狗，就让人家以为是你自己跑掉的，不是被偷走的哦。快一点！有人来了。想什么烂招啊？是要带他去哪？是有空照顾他？我还以为你真的那么狠，会不管他死。找到人收养他以前，你给我带回家。哎，看，尿尿，快点啦！叫哇塞，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嘞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我偶像啊？而且他是母的，瓦斯的瓦，不行呢。哇塞，哇塞！你跟他不要啦！为什么不要？你不会要不要的。
搞不好他被他主人找回去啦。哦，实习生吗？擦黑板啊！我给你们包，给你们当随便啊！起立。不用了。是谁？啊？拿这种无聊东西来诅咒别人？等一下到我办公室自首啊。报告。至少你考试要出席嘛。老师的话都从左耳进右耳出的吗？有同学匿名举发说西云信是你寄的。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没有结婚，牺牲奉献给你啊，不是给学校。你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吗？没关系，你说实话啊，老师很开明的。我告诉你哦，你如果现在说谎，后来被发现，那老师就只好处罚你了。你知道信是谁写的？什么信？啊，徐太宇，你是我写的。啊，非常好。林同学，你回去。是。我就知道是你，徐太宇，枉费我一直对你存着一丝希望。徐太宇，我跟你讲到一半，你怎么可以走开？陈老师，你先让我发他。王老师，我这边比较严重，你让我先骂他。不是什么比较严重，还没有，我刚刚讲到一半，我在教训他。给你来，不要紧，你先。好，徐太宇。你觉得三年级才转学，为什么艺高还愿意收你进来？那是因为你国中念的是数理自由班，还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亚的竞赛。为什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？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还有改过自新的周楚除三害。周楚知道是谁吗？知道，那个字念楚啊，不是处啊。谢谢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帮我顶罪的。朋友就是要讲义气啊，我没差、啊。你一封信给我，一封信给王八蛋，两封都被我没收了，你还一封给谁？陶明明。啊，我也很后悔啊，所以你才要好好追人家嘛。啊，像她这样的女生啊，称赞一定听腻了，不如写一下她的缺点，吸引她的注意力。比如说腰粗、屁股大、想法很 gay 掰之类的。你确定？嗯。然后最后再补一句，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不要抄歌词啊，可以抄外国诗人的作品啊。谁看得懂、啊？就是看不懂才觉得你高深莫测啊。你确定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女生呢、啊、是很难捉摸的。我们说没事，就是有事；我们说没关系，就是有关系。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很胖、欸，哎。那就代表他希望你对他说，他一点都不胖。陶明明就是这样想。
非凡，你其实跟徐泰宇很熟，对不对？三分钟，谁游得远谁就赢。不怕雾啊！来啊！泰宇觉得，如果不是他答应跟阿元比赛，或许意外就不会发生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看过徐泰宇，直到他转学来到艺高，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干嘛不去冰宫，留在这里？怕丢脸？徐泰宇，我们来比赛，赢的可以要求对方做一件事，谁先到上一条线谁就赢。我的，再这样下去会摔死。错药，那天你看到我在泳池里，你是不是怕我跟马思远一样在你面前溺死？欧阳告诉我了。干屁事啊！凭什么凶我啊？凭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欧阳也很难过，好不好？马志远一定很不喜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别以为不敢揍你哦。徐泰宇，
如果刚刚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和你比赛。如果再重来一次，阿远还是会下海。可是这是我们的决定，不用你来负责啊。徐太宇，你刚答应过，赢的人可以要求对方做一件事。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做回徐太宇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。今天上第几页？第125页，第7章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徐同学，你换的是地理课本哎。7章125页，课本拿出来。没带课本了，找个课本一起看。哇塞，小姐，你有点面熟。你是我的高中
老师，你今天干嘛、啊？你要去庙会啊？没有啦，我……快点啦，他们去麦当劳没位置。哎，庙会在那边啊。白痴啊，走路不看路。你常来这里，他才来的、啊。走吧，干嘛啦？他有话跟你说。我先去占位置。那个位置。徐同学，听说你以前是自由班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课业上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哦，是啊。你之前要我回的个人档案，我会回。但是，下次不要再把圆写成绿了。什么绿啊？绿是我的笔名啊。刚明明找你干嘛？要干嘛？想病桌？读书。徐泰宇开始认真念书，很认真。虽然很想把这归功于我打醒他，但事实是，他为了明明，这次模拟考他想考进英雄榜。徐泰宇，他该不会是来看你的吧？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生愿意回你她的个人资料，就代表他对你还算有一点点好感。这是最新的考古题啊，考试加油哦！谢谢。会的，谢老板。我长大以后啊，一定要去台北看你演唱会。那有什么难的？以后我叫刘德华，唱给你听。真的？最好是的。喂，不要碰，快走。是真的那么骄傲，怎会轻易就邂逅他的微笑？饮料店、图书馆，又或是教室一角，好像我一抬头就能遇到。我的偶像竟没被他嘲笑，是否他真比较懂我的烦恼，还是说他只是比别人？我家就在前面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先走了。哦。
没关系啊，再一下，搞不好遇到唐明明。哦，对了，瓦仔现在已经会在固定的地方尿尿了。谢天谢地，幸好没被你养笨。本来是要送陶敏敏，但是这么丑，又是刘德华，跟你表白。我问你哦，男生到底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漂亮？你想问欧阳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吗？随便啦，都可以。他以前很明州会，那你呢？内田有纪还不错，还有邱景华，都日本女生哦。嗨，哎，我最近想学溜冰。干嘛突然想学？欧阳说他喜欢溜冰啊，那么厉害。可以教我吗？好啊。要不要帮你叫我哥下来？去哪里才弄得跟你一样啊？去地狱重新投胎比较快啦。林真心，你失春啊？你很坏。小女生都想要变得漂亮啊，姐姐帮你，谢谢大嫂。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练球扭到而已，冰敷一下就好。欧阳受伤了，最近知道吗？不知道哎，等他来，我们赶快去跟他讲好。嗯，奇怪。欧阳跟你们很熟吗？欧阳，沈佳怡，真的，息怒息怒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很厉害哎，不行，这一定要热敷一下。是冰敷啦，是热敷啦，你有没有在上健康教育？这个，我受伤的时候都用这个冰敷，方便又好吃。谢啦，看样子我不用去保健室了。
蛮可爱的，这发型适合你。段考加油！那次三年级模拟考，徐泰宇进了英雄榜第十名。在全校为他震惊时，新的训导主任来了。乱丢垃圾！你哪一只眼睛看到乱丢垃圾啊？你就是垃圾。全主任说，你们三一七的人都是垃圾。站，靠呗！干嘛？干嘛？校规明令禁止学生染发，我们全主任最讨厌破坏校规的人。报告。三一七的徐泰宇，终于见面了。你最好在毕业之前安分一点，否则三大过一满，我一定推你学。退就退啊。我会尽力而为，因为像你们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受教育。起立！你们班这次段考第一名的同学是谁？请起立。大家掌声鼓励。真的很厉害，厉害到我想请问一下徐同学，这次考试你是怎么作弊来的？我刚才叫大家鼓掌，是想看看你有没有羞耻心。那位讲话的同学站起来。高主任，我没有讲话。有没有讲话？我自己有眼睛看。这次考试你有没有帮忙他？有哪位同学可以出来作证？徐泰宇作弊，没有人肯说实话，是不是？现在，全班到操场跑步，停！站！你看我不顺眼，干屁事啊？要罚就罚我一个。好，爱逞英雄嘛。那就50圈都让你跑，跑个够！主任有病吧？故意抓这么严？对呀、啊，橘子没到膝下就被击破哎。这一圈有400公尺哎。哇，他已经跑了第35圈了。徐泰宇考试作弊，跟主任杠上了，所以被罚跑操场50圈。他才不是那种人，童明明，你不要听沈佳宜乱讲。李晨曦，徐泰宇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徐泰宇，这快点，主任。徐泰同学真的没有作弊，我可以作证，他真的很努力的念书。你们升学班的最好少跟那种人混在一起。告诉他，
今天要是没跑完，我一定记他一只大过，外加禁学一个礼拜，让他在家好好反省。大善还好吗？不知道，空机他都没回。听说下礼拜校庆，主任想要取消，哎，是说什么学生太沉迷外物？你跟他放屁呀！学生就不能够有人权吗？学校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欺负我们？当然不可以。下个礼拜校庆，要让学校听到我们的声音。让主任知道，他不能为所欲为。好。这是公然煽动同学围岗乱纪，侮辱师长，你害那些帮你的同学现在全部都被记过了。你爸妈知道你干这事儿吗？你让父母蒙羞，你丢你爸妈的脸。老师说那个徐太乙是流氓学生呢，学校不让他上学，你看他有多坏。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你现在给我上去写悔过书哦，两天不准出门，现在。哎，请假下戏下井，老师今天打电话来，我就站在这里给他骂你。喂，我是林真心的补习班。林真心某云呐、啊，咋不回来？啊？喂，又是你，以后不准打电话来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啊？哪个卡害我这？哎呀！给补习班。林真心，这两天你先不要打电话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没事，先讲。没事吧？这么晚，你应该要睡了吧？我只是刚好经过。那我走了。你等一下，阿呆，
啊，我在。你还好吗？第一次知道可以被禁学，不用上课，超爽。我是说那天在学校昏倒。中暑而已啊，也不会死。你怎么突然被禁足啊？任何人被发现认识你都要被禁足好吗？你怎么会来？因为你说过，女生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我没事就是有事啊。要不要去个地方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我发现这里以后，就常常半夜来溜。你不想学溜冰？告诉你不要摔倒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不要怕摔倒。最惨就是摔倒而已。重要的是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谢谢。干嘛？趁着校庆，现在我们来表扬三年级这一次模拟考前十名的同学。第一名，三年一班欧阳非凡。第二名，三年一班李志明。第三名，三年二班杨佳颖。第四名，三年三班廖志和。第十名，第五名，三年四班陶敏敏。第六名，三年一班林鼎盛。第七名，三年九班陈玉婷。第八名，三年六班李成福。第九名，三年三班王爱伟。以上九位同学上台领奖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第十名？因为学校严厉谴责考试作弊的行为，做人要有羞耻心，不要以为偷鸡摸狗干不要脸的事情不会被发现。三年十七班徐泰宇，我说的就是你。胡说什么？
这位同学，我们现在要颁奖，有什么事情到后台。我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必须立刻报告。我的裙子比膝下短3公分，袜子没有全白，外套拉链从来没有拉到学校高度，请主任处分。现在这些不重要，待会我们再来好好处罚这位同学。如果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？所以遵纪校规，请进入警告。报告主任，我作弊，考试舞弊，根据校规必须记大过，请主任处分。欧阳同学，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，尤其你申请台大保送，操心不能受影响，况且学校很清楚，以你的实力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如果全主任可以说3年10期班徐泰宇同学作弊，我现在说有，那就是有。好，既然欧阳同学有勇气自首，那我绝对严格执行记过。主任，这事还要再讨论呢。校长，欧阳同学他……我在非体育课的时候穿短裤，请记我警告。请记我一次小过吧。好，主任，你真是棒啊！对不起，我侮辱师长，是我大过一尊。报告主任，我有女朋友。报告主任。我四代 BB 扣到学校，请记我警告一次。方主任，我上厕所没冲出来。方主任，我没穿内裤。学生也会犯错，曾经犯错的有一天也会变好，是好是坏不是你说了算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谁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样子。好，同学冷静，今天是我们54周年校庆，一高一直自诩是一间自由开放的学校，校长在这边承诺同学会检讨改进，做出相对的处理。那么，同学们期待已久的水球大战，现在正式开打！很多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让你第一个砸下水球的人，不是你讨厌他，而是你的眼里只有他。
等一下大赫跟小芝嘛。累不累？这样手比较不会冷。你妈！你故意骑这么慢，是不是为了想要跟我独处啊？老大，一木，等等我！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敢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。喜欢的人呢、啊，在不在现场？有，在现场。哇！我放鞭炮来了！哇！老大！那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他在现场吗？有，他在现场。哦！好想知道，谁呀？好想知道，老大。哦，林真心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他在现场吗？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瓶子。是不是比较靠近陶明明啊？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再问一次，快点，快点！陶明明，老大，再问一次，再问一次。明明。你有追过幸运星吗？啊？啊？你问这什么问题？问题啊，志和啊！哎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你怎么知道明明寄给我幸运星，还跟老师举发我？谁会知道班上有人在写幸运信啊？当然是一开始写信给你的人啊。如果陶明明收到过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信，他才会知道，一定他自己害的同学里面有人把幸运信寄给老师。我猜他五封信里面，只有你，你是王八蛋。没想到他会做这种事，我还以为他很完美。我现在倒觉得他个性没有你好，认真看好像没比你漂亮多少，大概只有漂亮这么多。大学想要考哪里啊？台大吧。你呢？我也想上台大，可是考不上吧。徐大宇，如果我没有考到同一个地方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？哦，还是好好读书，好好毕业，不要再打架，不要
让在乎你的人担心。答应。那你呢？嗯？如果以后我跟你念的学校离得很远很远，你可以答应我？麻酱面、麻酱跟面还是要分开。白痴！我是说真的。三儿，要小心！快许愿！幸运性从来就不能带来好运，但那个晚上，我却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幸运。现在看看专家怎么说。照片中的男同学呢，出现了半透明的现象。我们从灵学的角度去研判，明显的呢，感应到呢，这张照片充满着灵异的能量。我建议这位同学要去拜土地公和城隍爷来消灾。早点回家，小心安全。是啊，徐啊太宇，终于堵到你了哦。打钟了，交卷。哦，哎，我听一木说啊，徐泰宇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来学校上课，连模拟考都缺考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上个礼拜的《玫瑰之夜》？他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吧？不会吧？徐泰宇，你为什么没来学校模拟考？不干你的事。为什么又打架？没有为什么，他们想打，我就陪他们打。徐泰宇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当一个女生说我没事就是有事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，当一个女生说她再也不理你，不是真的讨厌你，
而是他很在乎你，非常非常在乎你。谢谢，这是老大亲手去搬的。最近他不知道在忙什么，但是他还是记得明天是你的生日哦。还有这个，老大特别交代，联考过后才能够听，一定有什么 special 的。明天去学校，记得好好跟老大说声谢谢吧。拜拜。真心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看我们放学去吃烧鸡腿。我要吃这个手扒鸡套餐，我要吃两只。那我们吃完。生气的徐太宇哎，要找谁啊？徐太宇。哦，林真心呢？快去，特地来班上找你啊，林真心。过生日哦。昨天谢谢。哦，没什么。那个东西喜欢吗？嗯，当然啊。生日快乐。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小智他们还在等我，我们在讨论我晚上要去哪里庆生。你要一起来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毕业纪念册你拿去写，要照。第一页那样，填完个人资料哦。嗯，泰宇，你刚到班上来找我做什么？等我一下。你是来找明明的？早说嘛。你找明明？他跟我告白。怎么现在告诉我？恭喜呀！吓我一跳，亏我帮你追他追那么久。恭喜你，修成正果。谢谢你。你跟欧阳一定也没问题。祝你好运。真的很替你开心。雨很大了。小俊，
一起走啊！不用了，谢谢。 听说啊，全主任抓到他在校外械斗，要他退学，所以他爸才把他送出国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嘘，不要说，太累了。在聊什么啊？我们是来K书的。嗯，对。在那个没有脸书的年代，12000公里就是永别的距离。 只是有时候，在某个瞬间，会觉得好像下一秒它就会出现。没事吧？小心点。大补贴给你，等你考完，我们去溜冰。还是你想看电影？啊，周星驰那部《西游记》上2轮了，我想再看一次。上次好像看不太懂。 徐泰宇离开了，我的生活好像回到遇见他之前的原点。但我知道，因为他，我才是现在的我。 恭喜你，考完联考了。谢啦，这次数学成绩还不错，都看你整理给我的大补贴。那，你听了吗？
泰宇送你的那卷卡带。提醒你这个，也是我答应他的事。只是很可惜，结局不是他想的那样。三儿，要小心，快许愿。你不会以为我会装没听到吧？你喜欢的人。在现场。开始，看到有人相信幸运性这种事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白痴，就是弱智。可是后来发现，他只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收到这封信的人，真的对不起，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可能会被车撞，得绝症，或家破人亡，但你一定会逢凶化吉，一帆风顺，年年有余。所以说要跟他做朋友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我是认真的。啊？本来我觉得追女生不就这么一回事。唐明明同学，要不要做我女朋友？大嫂，大嫂，大嫂。后来才明白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是不知不觉。那一天我其实超紧张，感谢那辆车，搭住他肩的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发现心可以跳这么快。刚明明找你干嘛？怕他误会。所以不想说太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天到最后，他好像不太开心。原来喜欢一个人，当你看到他走向他喜欢的人，才突然发现，你对他很坏，只是为了想跟他更靠近一点。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会放在心上。我没事，先这样。我们说没事，就是有事，没关系，就是有关系。没事吧？原来喜欢一个人，会没有勇气告诉他。那个晚上，我向流星许愿，希望他的愿望里也有我。其实我知道能让他快乐的是另一个人。他有时候明明很难过，还会逞强说自己没事，早餐会犹豫五分钟，但最后还是选择萝卜糕。他常常走路不看路，要记得时刻看着他。没事吧？想考台大，但是数学很差。喜欢溜冰，爱看周星驰。等你考完试，我们去溜冰。他，他很喜欢你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失踪那么久，是在医院开刀。看到没有，脑膜下腔这边有点血块。这就是造成你跑步晕倒的原因，可能是之前车祸的后遗症。这么严重？早知道跟撞我的人多收点医药费。你的确应该，
这要动刀，还要住院，通知一下你的家人来照顾你。他希望我保密，我想他一定是担心你因为那场车祸自责。他们家很早就跟学校联络，要他移民美国。徐太宇同学，我希望你到美国之后能够重新开始。主任，谢谢。我听一木说啊，徐太宇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来学校上课，连模拟考他都缺考。哎，这样看完刀，你不是跟家移民了吗？还读这些干什么？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。你可不可以做回徐太宇？为什么又打架？没有为什么，他们想打，我就陪他们打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买东西，还要求加送人行立牌，拍摄。徐亚泰，终于堵到你了哦！干！他妈的，你还敢闪？不要逼我请你马子喝茶。他放学会去小歇 K 书吗？三年四班林真。心，敢让他试看看？那要看你今天听不听话，让我打的爽不爽？我干！真心，你现在应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吧？我追到陶明明，你追到欧阳，完成我们一开始说好的约定。我想这是我能为你做的唯一，也是最后一件事情。林真心，虽然你又矮又笨，还喜欢别的男生，即使这样，我还是。很喜欢你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真心。一尘不染的。如果你听完这卷录音带，天上，因为那时候我会知道，原来我和喜欢的那个女孩正在看一样的星空。Lucky Diamond。留住的幸运，原来
你常常幻想长大后的你会是怎么样的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。给我该给的薪水，放我该放的假，不然你让我辞职吧。人不需要在一个不在乎你是谁的地方浪费自己的人生。年代还有人手写辞职信呢、啊，我们顶多发发 mail， 哪敢这样啊？你太棒了、啊！有些事还是用我们的方式比较屌。还有我的业绩奖金，你们通通都有份。所以你辞职了？你怎么会这么不成熟啊？为什么不懂得变通一下？大家都能继续做下去，为什么只有你不行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叫你去帮我缴信用卡费？我是很晚才给你账单，没错啦。但是长大后你可以迟缴、啊，你没变得多了不起，去缴嘛，还是会犯错，还是会迷惘，你这样就破坏我的，会后悔没多吃点冰淇淋，多谈几次恋爱。我已经说过好几次，我就是讨厌你这样。我也讨厌你这样。我们分手吧。后悔没对讨厌的人更坏一点，对喜欢的人更珍惜，但是这样的你也很好，还是很勇敢，还是很天真，还是会为了偶像尖叫、啊、为什么你红了三十年还没有过期？为什么三十年后我还是买不到你的票？小姐你好，想要喝什么呢？我要一个金桔柠檬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30块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真奶。真奶吗？好，没问题，饮料先坐，稍等哦。你东西掉了。出来透透气，你把我当作普通人就好了。嗯，你放心。嗯，我觉得你超普通的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我更不是你的粉丝。这个是我刚刚中午的时候，我同事帮我download的，唱得好好啊。也不知道是谁唱的，我也觉得蛮好听的。我把它关掉，换一个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？虽然你觉得我很普通，不是我粉丝，我能拍吗？可以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紧张。嗯。可以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不可以麻烦帮我签个名啊？好，来，谢谢。哦。可不可以麻烦再帮我写“图林真心”，双木林，真心诚意的真心。林真心。嗯。那今天晚上你去看演唱会吧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没有，我的演唱会叫《真心爱你》，所以你怎么样也要去。可
可是我买不到票，你演唱会的票买光了，都爆满。你打这个电话，我工作人员，那一定要来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记得哦。这个电话，他应该有交代你们吧？我的名字叫做林真心。林真心，麻酱面，麻酱跟面还是分开放吗？演唱会很快就开始了，你们期待吗？我很期待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努力地去促成这一次的演唱会，他想完成自己一个年轻的承诺，为了他的初恋情人。我很喜欢他们的故事，这一次的演唱会也希望送给所有真心爱过的朋友，谢谢你。演唱会快要开始咯，可是我没有买到票。我叫刘德华，唱给你听。最好你睁开了双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等
想放弃它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它，却被它全部抹杀，越疼它越伤心。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